这一缸都要吃完哦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金丝牛肉饭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腌制牛肉的配方打在屏幕上了，记得要截图保存。我觉得情话再美也不能当饭吃呀，还是煮点饭实在。铺上满满一层牛肉，倒上一整包大菜。一道菜都不要，我就能吃完一缸的牛肉饭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你们发现了吗？我这个科技感满满的九阳蒸汽电饭煲，蒸汽蒸出来的米饭更香，口感更好。